不然我们装个空调吧，我到时候你被子冷到嘞。装的是空调，再过2个月就暖和啦。过完了，和你们换一下房间啊。换了房间嘛，你住那边不好啊？你们把自己房间装的那好，我和房间到处漏风，你都不管一下？漏点风会咋个嘛？你到时候要坐月子，装一下会热和点了嘛？哎呀，我不管，不和我换，我要搬出去住了。咦，你这个烂逼味！喂，要不我们先给他换一下嘛，到时候小宝宝出生再换回来。那倒难得行，不能将就他嘞。没有，要不我喊你哥也把你房间装修一下嘛。没得事，就是你妈我房间才刚刚装，木头气味还很大，怕对你们身体不太好嘛。不要准备一下，我去摘桃子去了。来吃面喽，可以。干活不积极，吃饭的时候倒积极得很。他不是喊相亲吗？你不哪敢去吗？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要你管哦。我有事先走了哈。刚吃饱又要走了，那捅一条粪过来。那臭我才不挑哦。你就让他去了嘛，他又不经常在家干活，咋个挑得到嘛？天天的。来从未走出那片屋檐，藏在老榕树下小小的。喵喵这咋突然就回来了？他说我快生了，可以回来照顾我。他这个样子能照顾好自己都不错了，还照顾你。吃饭啊，喵喵买肉拿来蒸吃嘛。喂，过来看一下火嘛。喂，我呀，我推车你推回来啊？没有啊，在院坝。没有在啊？不可能哦。哎，我记得之前都在这点了吗？之前喊你推回去，没不听，说安全得很，现在安全不安？可能是他借钱，我出去找一下。喂，喵，喂，喵喵打电话来说他车子掉坑里面了，喊你去推一下。他们这次啊，我看看。等我一下，我也去。喵喵加油！你们哪样动动？爸爸，你来呀，快点来帮我拉一下。拉空调啊，我大嫂个房间还是要装个空调，到时候坐月子很重要。我不能买，你们又舍不得买。那你不喊我，那你自己来。嗯，那愿意自己拉这点？正常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本来想给你们个惊喜。走回家。原来从未走出那片屋檐。